有可能会非常的杂音，请别见怪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史，我们好久不见了，是不是？近差不多一个月都不见了 YouTube 了，是因为我最近在考试，考完试过后还有一些东西要做，还是很忙一下的，然后就没有时间拍了。你们 TikTok 看到我每天不更新了，因为 TikTok 比较容易去拍，所以今天我又在 KL， 然后也是有 meet 我的 TikToker friend。我本来想要拍 vlog， 但是我觉得有点闷哦。我就去到 mall 的时候，看到有什么就拍什么啊。其实也应该也是 vlog 啊，因为有什么拍什么就是 vlog 哦。不懂啊，去到那里看他们要做什么事情，等一下来决定吧。那么我现在已经到了上个 pyramid 了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上个厕所，因为我现在非常尿急，下午我再去找他们。OK， 那么现在上完厕所过后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。听讲他们在一个奶茶店。Hello。喂，你这张脸还醉？开讲啊 ！Hello， 嗨，不用介绍，大家都应该知道。是蔡明。对，大家都应该知道。IG 直接。现在见到我们要拍一个 challenge， 那 maybe it's a challenge， I don't know， 我不懂刘海有没有 run 啊？嗯。然后如果没有讲到标准的话，就。整天了啊，然后呀，如果没有讲到标准的话，就发一个沙爹棍。OK，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现在小文去交货给他的顾客，然后他的里面只有一个吧，哎，两个，哎，他里面两个，他卖的这些 AirPods 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想偷走这两个 AirPods， 然后放进彩礼的包包袋，不要想黑色，偷走一个就可以了 ，OK， 一个就好，我们不要做的太久啊，放进里面。因为这就是他今天要交货，然后我们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找不到他有什么反应，有什么就拍什么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就一直会骗他讲，你是不是没有带到来还是什么这样？对，我们完全是很正经的在跟他讲，我们完全不会做坏事，我们是个好人，好人就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们拭目以待，等他回来，他在等人，没错的。很喜欢听听哦，真的很喜欢。然后现在 Erica 有一位朋友要来了，就这样，我在等到他来。什么事吗？可以啊。会有下一次啊？哎，拍给他看，你们怎么这么猛？这是临时的剑指，一手指很大个哎，很大个。因为我没有带动指嘛，我带食指。够。在彩妮要开始她的24小时前标板的讲话，所以祝她成功。你觉得你会成功吗？24小时？会。我也觉得会，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里面，这个三位里面就我必要不，我没有参与，我是来捣乱的，跟你们讲。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了，我可以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哇，很爽哎！现在我先不要做这样卷，先不要跟他们聊天，等一下后面一点我再做卷一点，没错。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。只熟得你。你的手指啊？我舍算。怎么算？啊？你
你的都是钱算吗？钱算吗？妈，妈算钱，不是妈算钱，哇，乐死要我在线，要我在线，乐死要我在线，现在我要死了，哦，现在我要死了 ，OK， 对你，对你，嗯。好长飞，好长飞，非常好。要啊，剪样整，看你。怎样剪？好，我会等你出来，我来剪。啊，不是，我还出。喂，是没事。话讲要不我讲他，我不要讲他。可以的，没问题。然后整个影片就变僵尸，然后整个变成几乎有啊，我们就。OK， 现在他们要去接 Rebecca 在大门口外面，对，那个石头那里，对，那我们现在去接。对，他现在已经不敢讲话，现在他不能讲话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接。春山的发帕。I don't know what you say 。Okay, 现在 Rebecca 已经在大门口，所以我们去见他。对，他忘记了。Hello, Hello, 没有吗？我叫走前面骂我喽，不过我不敢死哎。哎呀，这个你搞，这个小姐骂我。彩妮现在就要去偷那个 Melanie 的狗。OK， 我们先走完了。应该没有，我们先走完了。如果我偷到的话，你就请吃三百块；如果我偷不到的话，你就说我就请吃三百块。可以没有？你要三千块就快结了，是吧？可以，你要去。好。他说你们想拍影片，我都想要拍影片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没事。
帅帅帅。可以哦，哇哇，我们今天拍了二十多个，对对对，真的很强的，我们什么都一人拍两三个，所以我们可以叫 creepy， 对，不是 creepy， 然后杨一直呢？哪个是 Sammy？ 啊 ，Music， 哦 ，Music， 好吧。哪个？没有，哪个是 Danny？ 哪个是 Kevin？ 哪个是 Kevin？ 哎，谁是？要来，我们有。你们的男神，今天我是跳槽，叫我们拍照，每天都100多位女生过告白，可以，把手给我，把手，拍照，继续拍照。然后刚才我们从 2D 拍完 video， 然后拍完照，然后去玩来，然后现在我们要。坐 bus 回去三威 Pyramid， 所以现在我们来等 bus， 看啊，有点慢。今天是拍过最多影片的一天，不错。哎 ，bus 来了，哎，那边。现在我们就飞到三威 Pyramid 的桥，同时也是非常一个很长下的桥，那我们慢慢走回过去，然后走完走一过去了，然后我就回了，然后就顺便拍 ending。然后现在很倒霉，就是现在下大雨，然后会被雨淋到一点点。哇，这个上面 Grammy 的桥真的很长哎，我们走了5分钟到10分钟这样，然后现在呢才差不多要到，就在前面。OK， 现在终于我们回到了上面 Grammy。虽然今天拍的很帅，今天我们的 3P 就到此为止。New Team 的 3P 2。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 3P 的话，记得把名字的 follower 还有 subscribe 上多一点。你等下，那要超过几多？哎，没有看。哎，等下，如果我们讲 3P 的话，你会不会变成 3P 版？盗版 3P 啊？没有。等下我们就要跟乔跟他们讲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干嘛我们？我们已经霸凌了 3P。我们改一个 3P 是 3P 啊？是吗？对啊。哎，你们说我名啊？你说我名。俊杰，然后也是一个 A 的人，然后 C A J Chas Three Jas， 哇 ，C A J， 我们可以做谁了 ？Three C A J， 好像 A J 一样。虽然今天拍的不多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玩。还是很好玩，对，还是很好玩。对，我们两个是新手，没有像你们男生这样。不是啊，没有像你们男生。快点，就对哦，但他们还不知道你的 I G。好的，还有一下 IG， 下面有一个 link， 点进去。好吧，我懂他 IG， 我就写吧。OK， 我的也是下面有一个 link。我们今天也是很累了啦，我们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等，还有后面。OK， 这两个，我们已经知道 IG 了，那我会放在下面就对了，一样吧。OK， 好。啊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OK， 我会放。可以。OK， 没问题，我会加那个照片下去的。所以我们的 3D 就到此为止。什么 3CAJ？ 我们的 3CAJ。3CAJ。3CAJ 就到此为止。等一下 3D 来找我们。对，那么就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中分啦，好不好？再见，记得 like。follow 我们的 CAJ。Yes，CAJ， 拜拜。